你知道你丢脸丢到马来西亚？那你丢脸丢到马来西亚了吗？你是不是想要找死人啊？你知道你丢脸丢到马来西亚？那你丢脸丢到马来西亚了吗？那不是不知道。有什么话想对死者说的吗？你为什么拿绳索套人家？不知道这样会致死吗？有什么方案吗？持续很久了。后面有车子了。后面有车子了。